Hello， 大家好啊！又欢迎大家咧嚟到呢个金曲妙韵岁月情啦。咁啊，眨下眼咧，10月12日啦吓。咁啊，希望大家咧上有睇我上一次个中秋节特辑啦。咁啊，食咗都唔少月饼啊吓，玩下灯笼咁样啦。咁啊，过咗眨下眼，过咗两个礼拜吓。咁啊，因为上个礼拜我哋休息咗一个礼拜，咁啊，翻到嚟咧就哇发生咗好多事吓。咁啊。其中一樣咧，我諗如果係 MIHK 嘅觀眾都知啦。咁啊，有一晚咧就啊，總理咧就生日啦。咁啊，小弟咧就敬陪末座啊，嚇咁啊，同佢慶祝生日。咁啊，同埋呢個追月，點知咧啊，鱷魚咧就唔知係咩事啦。咁可能嚇飲大兩杯啦，就即係激動下。咁啊跟住咧第二日就入咗廠嚇。咁啊，有位觀眾咧。呢位叫做 Andy Chan 咧，就想点首歌就俾阿鱷魚听啊。佢话呢首歌咧就系阿张学友嘅2007年嘅歌，叫做《屈到病》啊。笑到眼黑，你似乎无跌我，起身坐低，如何亦坐得到？你想太多，会演变成罪过。我很痛楚，你说我当错过。明日想不给你刺激再吗？娱乐爱三都要只坏习惯。令情氣氛都變得極有限，每天每個每生全無有關。想熱心有太多問題話病，眼淚的眼神中就似暗鏡，無公平無同情，明輸亦認贏。来为我好似你心极震动，从未放开这个苦闷的路，床上片刻都说低没态度，每天你笑意太粗，这个也太高。
系啊，呢、這个张学友啊，2007年嘅版本屈到病啊，咁啊唔知咧，因为可能佢太太咧就据闻喺加拿大，咁一个男人喺香港系咪？咁啊冇啲汤水啊，咁啊冇太太嘅照顾咧，就可能屈屈埋埋咧就屈到病啦。咁啊总之咧个都系嗰句啦，健康好紧要啊，大家注意健康身体。咁啊工作当然系繁重嘅，喺香港咧压力好大，系咪？啲高官啊，咁啊。共產黨啊，啲蝗蟲啊，咁樣係咪先？好容易屈屈下咧，就真係屈到病嘅。咁但係咧，我哋要照顧自己身體啊，好好打理調理自己嚇。咁 啊，如果唔係咧，就好難同呢、這個即係共產黨作呢個長久抗日嘅戰鬥嘅，係咪？咁啊，唔好話戰鬥啦，係咪？有女都咩唔到啦，係咪先？即係嚇。咁 啊，好啦，咁啊，今日咧講咩話題咧？嗱，今日咧就～講一個都幾有爭議性的話題。咁我喺呢度諗呢個話題嘅時候咧，就忽然間咧就諗起一個好耐之前嘅事啊。咁啊，而家講起咧80年代嗰陣時咧，我都仲係一個中學生，我諗係中一二咁啦。我諗最大機會係中二嚇，我唔係好肯定。咁我記得嗰陣時咧就有兩個問題咧就困擾住我。咁有啲問題你又唔方便問先生噶嘛，即係學校嘅先生。我升咗上中學之後咧，小學都仲可能都仲係勤力讀書嘅，但係升咗上中學之後咧，就中意喺課外書啦，同埋咧自己諗自己一啲有興趣嘅問題。咁當時咧，我就有兩個問題咧困擾住我，咁我但係就揾唔到人問啦，咁我就問咗一個即係類似朋友咁嘅親戚，即係嘅大哥哥啦嚇，咁佢大我幾年，咁啊。我咧今次咧諗呢個問題嘅時候咧，即係諗呢個今次呢一集嘅話題嘅時候咧，就諗起呢兩個困擾住我，當其時困擾住我。咁我當時有兩個問題困擾住我，第一個就係咩咧？就係、是、到底時間存唔存在嘅咧？嚇 ，Does time exist？ 咁咧呢個就同今日話題冇乜關係。第二個問題係咩咧？第二個問題咧就係、是、到底點解男人可以打大赤肋嚇，除曬上身嘅衫係咪？譬如尤其是80年代啦，係咪？到今日時，可能都仲係，尤其是夏天。咁你見到男人除咗上衫，但女人就唔容許佢除咗上衫嘅，係咪？即係犯法嘅。咁當時問我呢位大哥哥咧，就問佢到底呢個係咪一個歧視咧？我就唔係從一個平等嘅概念出發嘅，因為平等同歧視其實係兩樣嘢嚟嘅，即係你可以話一個銀幣嘅兩面啊，係咪？同一件事情嘅兩面睇。我就從呢個歧視嘅問題咧去睇咁。當時他就話不是，但他就沒有詳細答我為什麼不是。我們今天探討一下這個問題，就是這個男女平等的問題。到我去了大學，我有機會有一次，當時有一位很出名的，現在還在世的一個女性主義，所謂 feminist 的很出名的人，就去大學講，就是去講talk，所謂講座。咁啊，佢系一个澳洲裔嘅人吓，即系原籍澳洲，后来去咗第二度住啦。咁啊，我费事讲佢个名啦。咁啊，佢讲完之后咧，佢有啲问答吓，即系随便问答。咁我就举手问佢，我话，因为当时我系大学生啦，我谂我系大学一年班，可能都系一年班、二年班，即系我谂系可能好大机会，甚至系一年班。咁啊，问佢我话喂，其实你系咪认为男女系每一方面啊吓？都是平等的呢，咁樣咁佢嘅答案咧就話係，咁我當時咧就覺得都唔需要傾落去啦，於是就冇再繼續問落去啦。嗱點解咧？因為我諗大部分人咧嚇，即係有理智啊，稍微有啲常識嘅人，我諗都會知道啦。其實男女係唔平等嘅，即係唔平等嘅意思係，因為男同女係唔同嘅，係咪？身體構造唔同，生理構造唔同。佢哋嘅，譬如男人唔可以懷孕，暫時都唔可以啦，係咪？唔可以懷孕啦。女性每個月有啲唔方便嘅日子啦，係咪？咁脾氣啦、性格啦、身體嘅構造啦，係咪？係有唔同嘅，即係你唔能夠完全將呢樣嘢咧唔去即係置之不理，然後就夾硬話男女係要平等嘅，男女係要平等咧喺個權利上。如果大家我哋作為香港英國殖民地啦，前英國殖民地咧，我哋都知啦，係咪？我哋細個可能都讀過噶啦，即係珍奧士丁啊嚇 ，Jane Austen 嗰啲歸國小説啊，18、19世紀咧好多嘅，咩理智與感情啊，傲慢與偏見啊，又或者係講嗰啲咩啊簡愛啊、小婦人啊嗰啲，
都好多呢啲故事，就係咩咧？就講當其時，其實就係講乜嘢咧？就係嗰啲女性咧，冇呢個遺產嘅繼承權啦。譬如佢爸爸死咗，佢分分鐘咧，佢阿叔係繼承咗佢爸爸嗰個成個莊園嘅。咁所以佢要揀一個老公嚇，個老公對佢好喎。如果唔係咧，個老公咧直情又攞曬佢老豆嗰啲遺產。咁佢變咗就即係冇咗呢個女性嘅權利。咁財政唔能夠獨立咧，你基本上一個人咧就好難獨立啦，係咪？啊，即係最近呢個加塔隆尼亞呢個問題一樣啦，係咪？好啦，咁啊，呢個歸國小説咧好多呢啲咁嘅描述啦，係咪？咁啊講其實咧，即係話呢個男女唔平等咧，唔係淨係中國啊，唔係淨係其他文化，譬如都係伊斯蘭文化，我哋中國唔使講啦，男人三妻四妾啊，更加係咪？咁喺西方就算好先進，當其時所謂最先進嘅社會咧，即係英國啦，咁講啦，係咪？即係嗰個權利，其實喺嗰、那個。而家講翻轉頭咧，當然你可以話嗰陣時係唔公平，但係其實嗰陣時已經係英國已經係最前進噶啦，最前衛噶啦，係咪？喺嗰個年代咧，即係而家講百幾年前啦，應該話嚇都仲係未係權利，所以你哋記得咧，後來咧女性咧係英國嘅女人咧爭取投票權啦，係咪？有咗投票權咧，你就可以即係去選一啲代表女性嘅權利嘅議員啦，咁佢會為你爭取一啲權益啦，女性嘅權益啊，係咪勞工作嘅權益啊？即係有呢個其他諸如此類嘅即係所謂利，即係個權利啊，係咪？好啦，咁啊，但係咧嗱，西方咧佢有一個呢個冇錯嘅，即係我之前都講啦，譬如等於六十年代啊，馬丁路德金去爭取黑人權益嘅時候，點解冇錯咧？因為當其時咧喺法律上咧。黑人和白人即是去到六十年代的美國已經是 最先進的了民權最先進的地方它是有一個分別的即是黑人不可以坐某一些地方不可以去某一些地方不可以做某一些事不可以做但是白人的男人是無所謂的 OK 又或者女人、啊、女人有些事不可以做男人可以做爭取這個在這個理據上爭取平等是沒問題的是不是但是我們也要知道事實上世界上呢大家是人其實是不平等的。為什麼不平等呢譬如我們的所謂權利呢就是說譬如很簡單我們大家都是一個人為什麼會有關愛座的呢就是我們其實是假設了小朋友懷孕的婦女或者老人家呢他們應該得到多個正常人的權利這樣才會有關愛座是不是、又或者很簡單你駕車就是如果你是小過一個年紀你是不可以駕車的。就算你的技術可能你的駕駛技術很好你不讓你駕車這個其實剝奪了你那個作為一個某一定程度上你可以說個人權是不是又或者你年紀大過好像在香港譬如你好像大過70歲你是要、如果你想 續牌或者你想考牌我忘記了是不是考牌總之你是要提供這個所謂、身體證明的就是你證明你的身體、哦、OK 這樣才行的這個其實是某一定程度你可以說喂點解我七十歲？咁呢個係咪年齡歧視咧？係咪細過某一定嘅年紀，你唔俾我做；大過某一年紀，你又要我咁做？呢個係咪年齡歧視咧？又或者男女之間嚇，點、啊、解男人可以剝咗個上身嘅衫周街行，女人就唔得咧？嚇、啊，就係犯法咧？呢、這個係咪歧視咧？係咪？香港咧喺呢個種族歧視上咧，相對地少啦，因為香港主要嘅種族都係華人啦，即係所謂係咪？咁所以咧，我哋暫時唔講呢個問題。咁今日咧，主要就講呢個男女因為女性主義呢個問題。OK， 好啦，咁啊講到呢度咧，聽翻首歌先。跟住嚟呢首歌咧，又係點歌。今日咧好多點歌。呢首歌咧就係啊我哋嘅台長啊鱷魚啊嚇揸獵人啊，佢自己點嘅。咁咧就點呢個咧啊一套電視劇《勢不低頭》嘅主題曲，作詞嘅咧就鄭國江啦，作曲嘅咧就林敏儀。1988年，鄭少秋主唱嘅，咁啊，點解叫勢不低頭呢可能因為佢病咗，咁但係佢又勢不低頭啦，係咪？咁啊，大家細味下首歌就知道佢點解要點呢首歌噶啦，我都唔係好清楚嚇，你哋自己諗啦。屈我辱我，早慣面對災禍，窮途坎坷，慷慨高歌，打開黑暗封鎖，強權高壓，想折服我，堅決面對不怯懦，為何蒼天雞蛋？
朋友不迷伴偶。谁能逼我屈我辱我早惯面对考考我，面对那压云未退后，今天的火没是拳头，每段人生亦战斗，欢笑会是前奏，施舍的恩惠未接受，未报已笑面做鄭少秋啊，好似啊，我見到啲靚女咁樣啊，勢不低頭啊嚇。咁啊，剛才咧就講到呢、這個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嘅時候啦，咁女性咧就係喺歐洲喺英國咧就爭取呢個所謂投票權啦。跟住落嚟咧，嗰幾十年咧，尤其是二次大戰之後咧，二次大戰嘅時候咧，因為咧需要女性出嚟幫手啊，喺啲工廠啦嚇，一男人去咗前線打仗啦，咁去工廠，於是咧好多出嚟打工。咁戰後咧好多呢、這個其實嗰、那個女性越嚟越多，逐漸多咗出嚟去做工廠啊，即係去出嚟做嘢啦。嗰個即係男女性嗰、那個即係開始越嚟越。平均可以話即係開始嗰個女性嘅權利喺西方啦，就係、是、越嚟越係開放啦。咁到你去到六十年代嘅時候咧，喺美國因為嗰個平權嘅問題啦，黑白人嘅問題啦，跟住咧又多咗第二波嘅所謂嘅女性嘅呢個 feminist 呢個女性主義嘅抬頭啊，又乘機咧即係借住呢個黑人嘅呢個平權嘅運動咧，又再一次咧再鏟多上一次係去前線。咁呢次係講咩咧？嗱。我之前都講過啦，即係我剛才講啦，就係話喺嗰個權利上，即係法律上，大家平等係啱嘅 ，OK？ 咁但係其實你諗下，我剛才講啦，其實有啲嘢喺法律上都係唔平等嘅。譬如舉個例子，我剛才講咧，大家係男人，點解或者係女性啦嚇？點解某細過某一個年紀係唔可以揸車咧？大過某一個年紀又要提供呢個身體證明咧？係咪？即係話同一個人。就算是不同的年紀你都那個所謂的得到的權利是不同的是不是譬如今天你如果你小過某一定的年紀你不可以獨自留在家如果不是是犯法的。那為什麼會是這樣的呢這個就是一個法律上我們要牽涉到這個所謂是不是平等呢平等跟這個照顧其實是有沒有關係呢即到底我是照顧你所以俾個關愛助你啊，還是我歧視你？即係我睇你唔起，咁我俾個關愛助你咯。因為你，你老人家，你冇能力企噶啦，你坐下啦，咁樣係咪先？其實呢個到底係一種剝削啊，還是係一種照顧咧？嗱，呢個係好難去，有時係好難，唔係咁清晰噶。有時係即係你要細心諗，喺某一啲情況可能係剝削，喺某一啲情況咧其實係照顧。所以我哋要將呢個所謂平等嘅歧視呢啲問題咧，要諗細心去諗一諗。好啦。咁跟住咧就係講六十年代啦，女性咧就重新又再要求一次啦，女性平權啦，係咪嗰陣時好興？咁我最記得嗰陣時咧，1968年左右啦，嗰陣時咧西方啊，嗰啲長春藤大學喺美國啦，因為婦解啊嘛，所以婦解運動啊，咁啲女人咧就話要燒咗啲胸圍啊，咁好奇怪喎，而家冇啦，係咪？即係嗰啲當其時嗰啲所謂激進派講嘅嘢冇咗啦。
嗱，苦解咧喺六十年代嘅苦解，佢最無稽或者最令人迷惑嘅地方就係咩咧？佢嗰個論調係好畸形嘅，即係話喂，到底譬如喺六十年代之前咧，即係苦解運動之前，女性係不自主嘅，係咪受男性嘅所謂支配啦？你可以咁講，即係等於今日喺伊斯蘭國家嗰啲係咪一樣啦？係咪咁嗰啲女性主義咧？嗰啲女性主義者係唔會理嘅，係唔會管，唔會 care。咁但係佢就成日喺西方國家就講，你喺西方國家，你睇都係男權社會啊，男人啊成日點樣欺壓我哋啊，點 ？OK， 首先佢又唔知啦。其實好多咧喺其他國家嘅社會，譬如我屋企咁咧。我屋企所有男人都係聽我媽話嘅 ，OK， 冇人夠膽 say no 嘅 ，OK， 咁佢嗰啲佢哋唔理噶嘛，男人受到性侵啊或者暴力對待啊或者語言嘅暴力咧，佢哋係唔會 care 嘅，佢哋咧其實主要就爭取自己嘅利益。嗱，佢爭取自己利益冇問題嘅 ，OK， 每一個人都係為咗自己嘅利益去爭取，譬如我哋投票，其實民主社會都係一樣，你投票其實係為咗自己利益嘅，某一定程度上係咪？係冇錯嘅。但是你的自己的利益在哪里呢？其实就是你现在你看到六十年代的所谓苦解运动，它其实是舐两边的。怎么舐两边呢？就是说它不是想要平权，就是说男性和女性的权利是平等，而是男人有的东西我又想要有。就是譬如男人可以做太空人，男人可以做消防员，可以参军或者什么东西我又要想做。总之男人可以做到的事情，男人做到总统或者男人做到一间公司的最高层，我又想去做。但女人得嘅嘢咧，我又要想要去舐，即系我要舐两边咯，即系我又要做工，又要生 B B 啊，即系两样都要舐。佢唔会关心，喂，男人会唔会受到歧视咧？吓，即系因为天生系唔同两样嘢唔平等噶嘛，即系嗱，女人天生可以又可以打工，又可以生 B B， 男人唔可以嘅，男人就系一生一意，譬如我哋毕咗业，咁你就系全心投入去做工吓、啊，做工作，你嘅事业系咪？男性冇其他嘢啊，当然你可以识女朋友啦，但系你冇可能生到仔怀到人噶嘛，你冇可能而家做到呢样嘢，咁但系女人系唔企啊。嗱，仲有一样嘢好奇怪就咩？佢哋嘅所谓嘅解放系咩咧？到底解放意思系女性自主，即系话女性有权自己去控制自己的命运、啊、自己的身体、啊、还是女性不应该去立乱去控制自己的身体。譬如举个例子，最近、啊、花花公子那个、啊、创办人过了身。当然花花公子呢就在父权之前已经创办的了，五十年代。但是我想问大家，即是苦解运动至到现在差不多五十年，到底女性、啊、是多了化妆、啊、女人的内衣裤、啊、即是那些款式是多了、啊、还是少了呢？其實是多了的嘛，係咪？又或者色情雜誌啊、色情嘅電影啊，係多了定少了？其實多了的嘛。咁到底係女人係應該有冇權去自己去控制自己的身體去拍，譬如拍 A.V.？ 到底你問一個苦解分子咧，苦解分子可能都答唔到你，或者同唔同嘅苦解分子有唔同嘅睇法嘅。有啲苦解分子覺得，哎呀，我有權啊，女性有權自主自己嘅身體啊，我應該有權自己去拍 A.V. 噶，政府唔應該理啊，或者其他人應該過問，或者我應該可以隨街打大赤啦行，周圍行，係咪先？咁啊，其他人唔應該理嘅。譬如好似最近嗰個暴雨嗰個問題係咪？即係話，即係女性喺個公眾場所應唔應該暴雨咧？即係呢個係變成一個爭議咁樣。唔係話女性唔可以暴雨嘅，但係問題即係要大家唔好將嗰樣嘢上綱上線，即係講到始終，因為始終你食飯咧係有一個係咪有一個斯文啊，即係唔係周街咁揦住個胸，好似我哋細個嘅時候，可能講下六七十年代都仲有好多，或者八十年代可能都仲有，即係就咁就嚇喂 B B 咁樣，咁即係你要避忌下，咁呢個我覺得都係合理嘅，係咪？咁但係而家嗰啲所謂嘅苦街分子咧，佢就唔係啊，即係總之上綱上線，總之我中意做乜我就可以大曬啊，做乜都好。可以啦，咁样咁嗱，好啦，咁啊，讲到呢度咧，又差唔多时间啦，播首歌翻嚟，第二节咧，再同大家讲下呢个今日非常之值得有争议性嘅呢个所谓苦解嘅问题，同埋呢个 feminist 啊，女性主义 feminism 吓、啊。好啦，跟住落呢首歌咧，就系、是、刚才Andy Chan 咧点俾鳄鱼嗰首歌嘅英文原装版本啊。咁咧係其實係1995年嘅呢、這個咧，當其時都曾幾何時都紅過一個時期嘅，叫 Jennifer Love Hewitt 嘅一個女仔咧唱嘅歌，叫做 Let's Go Bang。